先生的历史，讲一句实在话，那要讲高雄的故事啦吼，完全伫士林市啊，完全伫大甘埔市啊。你若讲士林市啊，那无相款吼，大甘埔市啊，就过去闹热的盛况，闹热的代志吼，我话每一个听众朋友吼，大家拢是会当如数家珍啦吼。即摆咱首先，咱先讲即摆上请的。目前上好的三 D 的天幕，咱高雄目前无当看。我甲合作社。我甲合作星光大道。一定爱去，一定爱来啦。无来吼，真正无彩。星光大道，这所在我嘛是应该爱讲的。我作非常感恩咱陈其迈市长，咱其迈市长吼，真正对这三千的照顾，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啦吼。人伊真正有咧做，人伊也咧拼甲安尼吼，所以我常咧讲一句话：，咱无才调，搁找一个这么好的陈其迈市长来做咱的市长啊啦，咱的过去啊吼。伫这个民国，民国三十六年，1947，咱高雄车站，迄阵的工务局的工局长，迄阵来建设咱高雄车站头前迄尾红色的台仔戏，来讲这红色的台仔戏就是大甘埔。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俊廷。今天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大甘埔南华商圈新营市仔的故事。咱讲一个伟大的城市吼，一定拢有伊的历史甲文化。愈文化的底蕴吼，愈在地愈国际啦吼，越在地越国际啦吼。啊，若要讲咱高雄近代商圈的发展吼，为这繁荣甲再造吼。可以说现在进行式的就是这个大甘埔的南华商圈新营市仔啦，所以今天特别来邀请咱的商圈的主意吼，东坡里的里长吼杨福顺来开讲呢。观察者影音吼，嘛伫网络同步上线哦，全世界无远佛界吼拢看会到，大家要尽量广传，替咱高雄加油吼，替咱高雄国际化加油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哈！我是西宁菜市啊哈，大甘埔市啊，南华商圈遐个里长兼遐个理事长，我叫做福顺啊哈。啊，请大家叫我的名，大拢是有福加有顺啦哈。有福顺啊，是。啊，今日讲要来讲这个南华商圈哈，一路行落来，可能讲南华商圈大家较无了解。你若讲西宁市啊。讲大甘埔市啊，大家就更加知影吼，大家更加知影，就恢复着过去，伫咱市政市啊，闹热的盛况，闹热的代志吼，我话每一个听众朋友吼，大家拢是会当如数家珍啦吼，历史的对啦吼，真正讲实在讲，啊，今日吼感谢俊廷啦吼，是，给我有这个机会吼，来遮来讲着阮。市政市啊，我的荣幸，我的荣幸，我真正真真感谢吼。先前的历史，讲一句实在话，那要讲高雄的故事啦吼，完全伫市政市啊，完全伫大甘埔市啊。吼，即摆咱首先，咱先讲即摆上请的，目前上好的三 D 的天幕，三 D 的啦吼。这个三 D 的天幕就是讲。咱高雄目前无当看，所有的商圈有星光大道的，只有西宁市啊，只有南华商圈，我甲号做星光大道，请咱各位吼有时间来咱南华市啊看星光大道。
一定爱去，一定爱来啦。嗯，无来吼，真正无彩。嘛落雨啊，吼。因为阿拉讲无来无彩呢。第一，我想讲咱的过去啊，吼，伫这个民国三十六年，这个民国三十六年啦，吼。1947，吼，三十六年迄阵吼，咱高雄车站，迄阵的江局长。江务局的江局长，迄阵美国三十六年，迄阵的江局长来建设咱高雄车站头前迄尾红色的台仔戏来讲起啦吼。这红色的台仔戏就是大干部，大干部就是代表大干部，大干部就是伫整个平阳，就是拢伫阮遮。大干部偌大，恁敢知影？大干部真正大啦，安那大？北到十全路保安局，吼、哦、西边来到林阿寮，来到三地厝，吼、哦、东边来到五地厝，这拢总是号称大干部。哦，这样你也大、啊，大干部这样你也大。这个大干部是这样的大，吼、嗯哦、啊大干部。的中心点就是咱车头前，咱大干部菜市啊，新营市啊，因为新营市啊，从民国三十几年就有了，迄阵叫做新兴第一公有市场。哦，所以大干部的精华、繁荣的地方就对了。就是这家，吼、哦哦、啊，所以讲当时民国三十六年的江局长，就这尾红色台，为什么别行唔做？因为做这尾红色的台啊呢？有大干部是一个平阳边游，都有三星大阿鱼，吼大阿鱼啊，大阿鱼是一个吉祥物，大阿鱼个价值吼、哦、真好一个物件。啊，咱平阳，吼、哦、你大可能唔知道，像我做囡仔时阵，伫阮大干部咧行，迄水沟阿边，像咱民生路顶、中山路顶，迄水沟阿边都有落过石。嗯，对，落过石，台湾祖先有讲，哦，这熟悉，啊，这熟悉，这都有落过石，哦，啊，所以讲，三省这台啊，啊台啊，简称鲤鱼，鲤鱼，哦，叫鲤鱼，吼，啊，鲤鱼是一个吉祥物，啊，咱大家嘛拢想讲，哎，鲤鱼未歹呢，啊，希望大家哦，咱的后世啦，咱的种种的少年开的，来当每一个家庭啦，吼。都会当鲤鱼龙门，是不是足好啊？足好啊！哦，是不是都大拢足好啊？嗯，大家生活安定，哦，大家拢做状元。诶、哦欸，我感觉嘛真好咧吼、哦！啊，所以当时诶，美国三十六年，迄、那个江局长，甲配合着咱保安局，咱时阵的保安局，吼、哦，才招招现为时代，再来留下即尾诶大阿鱼，红色大阿鱼。即尾红烧带做个国光接倒转来，即嘛即尾红烧带藏伫咱高雄车站的物产馆，哦，嗯，可能年底以前，即尾红烧带也重现江湖了，嗯，就再重现江湖，新的火车头要开了，嘿，就是藏伫遐，对啊，哦，所以讲大家当个看到咱即尾红烧的带去，啊，当然啦、啊。好说了，而且希望咱各乡人每一个人都会当礼要人文，哦，会当合家平安，子孙前途拢光明啦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到这，做着数了，嘿，二十几当前啦，吼、哦。迄阵你走啊二十当前，你做捷运，啊，我就想讲，大干部，你这捷运做起来吼、哦，一定是中山路、中正路。各两个捷运出入口，一定是上界兴旺的、上界好的。所以我阵那讲，迄阵拜托当时的贾市长啦，吼。嗯。当时来拜托当时的贾中田市长，讲我拜托咧好心的，我南湖路来起一个采光罩，起一个采光罩，叫叫啊当时的贾市长，加当时的李文良局长，吼。来帮忙啦吼，来将这个南湖路的采光罩做起来。你敢知啊？这采光罩做啊偌好？你敢知？
这差不多做个第一，通风，未压雨，未晒日。啊，做生意人，阮遮拢卖衫裤的，卖穿的，食的我也有，吼、哦。啊，当然较未晒日，当然拢好。啊，咱的贵宾，那来到阮南华市啊，来到阮新营市啊，即天幕下卡，即采光罩下卡都没有紫外线，哦，皮肤会更加水。哪行你的皮肤会愈水？为什么安尼讲？因为顶管迄个蘑菇，吼、哦，迄是日本最新的科技，叫做蘑菇。像咱巴塞隆纳球场，咱的海边，那一块白色的布啊，迄块都蘑菇，迄块唔是布啊呢？迄唔是帆布哦，唔、是帆布呢？你敢知影？干那为了搭迄块，干那干清迄个蘑菇，安尼伫南华路顶，管做四片，迄一片200万呢？哦，加了本钱哦，莫讲工钱哦。过迄阵的钱比现在大呢。迄阵偌大，迄阵一二十年前，你甲想看嘛呀嘞哦，加了迄个蘑菇就800万咯。像咱去海边，像咱我定我那些走去南寮渔港，遐毛做一地，无偌大地，细一地啊尔。吼、哦，啊咱中山，咱迄个中央公园。遐嘛有一地，嘛做无大地，拢做细地，拢做细地，所以参咱南华路顶免来批评，所以来到阮家，恁拢安心啊，设计，安心啊，设计，绝对无紫外线甲恁照，恁的皮肤会愈设计，恁的皮肤会愈水啦，会愈好啦，吼，啊，讲实在话，这个蘑菇引起着阮这边。吼、哦，即目前讲这边，即、这个星光大道，即所在我嘛是应该爱讲的。我作非常感恩咱陈其迈市长，咱其迈市长吼、哦，真正对这商圈的照顾，无微不至，无微不至的吼，也甲阮照顾。有一天我去啊拜托。讲南华市的代志，伊马上一句话，二话不说，新营市的管家做做好，迄个灯光甲做做好，唔知做一个星光大道，做一个遮遮尔那水，哦，所以这点我伫这所在吼，大家好有一个机会甲机卖啊市长吼，讲两句话，人伊真正有伫做，人伊也咧拼甲安尼吼。不管大小家吹，伊拢甲咱做甲好势好势，所以我常咧讲一句话：，咱无才调，搁找一个遮尔那好的单机卖市场来做咱的市场啊啦！多甲单机卖市场对恁遮好尔，所以阮南华商圈非常感恩着咱单机卖市场，甚至阮作者商圈的人。看到鸡妈市场这么那骨力，这么那打拼，伫帮忙阮这基层的艰苦人，吼、哦，阮这真正这基层，这土卡，吼、哦，伫这偌偌熟的人，有咱鸡妈市场吼，甲阮斗下手吼，阮足多谢，足感恩的，吼、哦、啊，咱讲实在话，一路行落来。像我南华市啊，就我讲少实在话啦。干啦，我一个白老啦，没有光余量，十几年拢无啦。起码市场一句话尔，唔是白老光余量尔，整个南华商圈，哦，诶，星光大道，迄、那个天幕，有时间你来看卖啊咧，真正水。哦，阿妈非常感谢啦吼！咱金花局廖局长、廖太祥局长吼，这里那辛苦吼，啊，团队吼，安尼甲阮做啊，遮好，好好顺啊有机会。伫这个所在，感谢着咱金马市长、甲咱廖太祥局长吼、甲咱金花局全体同仁啦吼，啊，三星科拼个市管处做个。因为什么？干那要予咱大家
好生活尔，互咱好过尔啦吼。说实在话，只要我相信讲，因金华市甲咱市长、金马市长吼，伊嘛是拢爱咱大家趁有食，这可能这也是因上欢喜的，因上爱咱趁有食。所以小弟伫遮吼，代表我那无三千，那我相反哦，感谢咱金马市长啦吼。啊，搁再来，讲到遮。南无路不是跟天母而已啦，不是跟星光大道而已啦，对嘛，这都有点数的、哦、啊，还有、现在还有一块、有一块彩绘墙，你们来看，你们来翕相，来打卡，最近有在办活动，来打卡，来消费，都会送东西，都会送东西，这块彩绘墙跨度28米，宽度5.3米。我甲他讲彩绘墙，啊，彩绘墙是画啥物画？你别讲，讲来听看卖啊嘞。做历史的，大干的对啦。这块彩绘墙哦，咱讲是老中青三代都有。哦，一个墙内底涵盖老中青三代都有。按那讲呢，第红色的台戏。哦，好多你种讲哦，1947年吼，民国36年的时阵吼，伫高雄火车站，迄阵大江埔就是咱高雄吼，会使讲最热闹的一个区域啦吼。啊，内底重中之重、上精华的就是新兴市啊，对，所以大江埔，迄个鱼啊嘛，甲位置顶管的对。吼，你你也想民国36年。诶，台仔戏，红色的鲤鱼嘛，画伫彩绘墙。搁再有90年多，诶，黄色小鸭。哦，迄阵。哎，90年嘛，吼。我迄阵高雄开始哩再造嘞，吼，伊个繁荣再造，黄色小鸭，台仔戏去做位啦。有人搁看无，搁唔知讲个啥物意义呢？对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讲哦，啊，搁即马上届最新呢。哦，像咱高捷 cosplay， 哦 cosplay， 各 cosplay， 啊咱吼捷运的家诶 cosplay， 拢画伫顶悬。起码李长哦，会晓讲 cosplay， 我也是较少啊，画一寡年岁较大，你讲讲啥叫 cosplay， 佮听无？对啦，啊 cosplay 吼，所以我讲老中青三代 cosplay， 少年可以嘛？哦。啊，中年代的就是黄色小鸭嘛，吼、哦、啊，老年代就是吼，阮、哦、的咱的纪念的，就是咱的红色的台鱼吼、哦，啊，搁借一边的机会，祝大家鲤鱼龙门赚大钱啦、啊！哦，大家来咱鲤鱼龙门哦，够好，甚至恁搁会当来南华市遐看一下哦，伫南华酒店路口、南华福怀路口。这个所在涂骹下底，够袖珍型的台鱼。哎呀，这个注意的呢。哎，够袖珍型的台鱼底下，用大理石做起来物件。我来办一个寻宝的活动，较对呢。真正吼，所以讲一路行落来啦吼。来讲实在，南华路顶，大家无齿啊，有一群可爱、善良、老实的。生理人伫这个所在伫咧经营，吼、哦，阮这人拢定讲高雄市的人绝对袂放杀阮大江埔市啊！啊，事实啊，真正要甲阮放杀。疫情偌严重，疫情安怎样？南华市啊，嘛作阵照常屹立不摇。对啦，照常咧做生理，吼、哦。但是我拢会尽量保护来自各地的贵宾，保护，互遮人当平平安安。所以，我先做好阮家己的防疫措施，吼、哦，拢做好。所以来到阮城市来讲实在，有遮尔啊侪好康呢，遮尔啊侪好，吼、哦，因为阮这群善良的高义人，大江埔市也好啦，新兴市也好啦，南华相关也好，即马阮一再伫推动。南华市啊，你啊推动讲，新兴市啊，女人街，
女人街啦、啊，过去敢毋是迄香港啊？哈，对，女人街。吼、哦，我为什么提到女人街？你也想，因为阮家拢卖衫裤较侪啦，吼、哦，卖衫裤啦，卖鞋啊啦，卖鸡头毛的啦，卖金啊啦，卖饰品啦，吼、哦，种种物件拢有，甚至啦，内裤外穿。做超人嘛，我咧，拢装拢有，哦，所以讲，哦，食睫毛啦，哦，大项有啦，你爱啥来就有啥，啊，即摆咱讲实在话，我有啥物要讲着奇迈啊？奇迈对美丽都即块做人生利用，我煞借这个机会甲大家讲一下，美丽岛即块光之穹顶，世界上水的。对了，光哦，世界上水的，即摆唔是即块水鸟，内底嗰啲未食的，哦，嗰啲未食的，哇，安尼好，要做美丽岛商圈，光之穹顶哦，水，啊，世界有名啦，第二名的哦，全世界捷运第二名的、哦，啊，即摆美丽岛即块吼，商圈内底做啊真水真好，啊，遐人文。嘛开始我、哦、开始拢点动啊，进驻啊，拢进驻啊，因为美丽岛商圈嘛是拢基马来推动，哦，咱基马市里来推动，啊，互阮感受到，互阮南华相反，诶，毛得到因美丽岛嘅养分呢，安怎讲？因为美丽岛来当落去嘅人，遐食物件，啊，落去阮楼顶呢，去阮楼顶就是阮南华商圈，我有灯光秀嘛。啊，位哎，位三号出口，三号出口，哎，三号，你来做三号出口，起来就快点。诶，所以讲，我今日讲一句话啦，吼，大干部，未来是上好上发展的所在。咱有上界水的光之穹顶，第一水的光之穹顶，咱个第一水的风景，人，咱人是第一水的人，第一水风景。够第一水的星光大道，伫南华相关，啊，歹势啦！伫即个所在，甲各位商圈的理事长讲一句新的歹势吼，何福顺阿讲两句啊。事实，南华相关是上水的，商圈上水的。你敢知影开偌济钱？你敢知影？真正讲一个城市，一个商圈要建设，南华路顶。安尼开了六千万，哦，今麦真正才讲走来做个安尼，硬体的部分，硬体的部分呢？你看安尼，吼，所以讲无来，你真正无彩啦。是，我无一定讲叫恁来买物件，无一定叫恁来安怎样，恁就来踅街来看看，见识见识，为什么生出来做个遮水？感受迄个文化的温度啦，对啦，嘿，所以嘛，我看就是一挂建筑界一挂朋友吼来参观呢。对啊，有啊，哦，哦，你像教授的教授嘛拢来看，导游嘛拢来看，哦，迄天特别吼，迄个洪代芬教授吼，佮特别来看，讲，哎，这东西你想要设计安怎安怎哦？对对，多谢多谢多谢，哦哦，阿马三公司来，阿双一路行落来吼。来南华市啊，讲伊的物件，会使讲是上俗，佮上有板头，俗佮有脚。因为吼，因为第一，你也想，这群善良的高义人伫遮做生意，会当久遮久，因要用啥赢人啊？以生意讲，生意的角度来讲啊，要用啥物角度来赢人啊？要用啥物角度来屹立不摇啦？要用什么角度来在咱做遐久啦？当然，第一先困，第二因有在条去找出因上水的物件、上俗的物件，真正物件上俗的。你任何一个菜市啊，任何一个商圈，我跟你讲，我的衫裤上水、上俗，我拢工厂直营的嘛。我工厂是接落来啊，免得大盘、二盘、三盘包了包了了，我拢无。我接门就工厂来啊，佮做鞋嘛同款。哦，像我过来朋友，家己做工厂，家己开鞋店，拢一路行销。
安尼是毋是比别人较俗？所以，阮就是凭着这点，会当跟南华相款继续延伸落去。所以，阮这阵高义人，阮这阵南华相款的善良人，无要求啥物，甲要求饭人食就好啊，安尼尔。我所以俗俗啊买，点点啊买，啊就有饭人食。这点嘛，好算啊，只感谢阮南华相款，阮的先师啊，吼、哦。南华相关是包括东坡里、甲汉明里，都四四格格。中正路、中山路、民生路、民心路，都四四格格。对这善良的老百姓，要求无介济，只有不能吃着。所以阮讲完比较俗的，啊，菜市的文化真简单。菜市的文化就是讲感情的所在。菜市的文化就是讲感情。为什么讲感情？恁大家我若讲起来，恁大家可能就想起来了吼。比如大家娶新妇、娶祖囝来买物件，参大头拢有熟识。啊，这款新妇啦，哈，啊，这恁后生哦，啊，这恁孙哦，吼，啊，就是个娶我啦，吼，啊，老师要做边个呢？哦，你看，这人文就是这种感情。哦，啊，大家所给他打成一片，比如讲，大家无时啊是这里的温暖的所在。哦，新人时啊，就是这里的温暖。哦，啊，所以讲，我家作者卖猪卖肉卖鱼卖菜的，卖啥个？你爱啥拢做，你来面客气，拢总有啦。来一个新人时啊！加套套，你要什么有什么，爱买啥你就甲买啥，所以福叔阿拢讲讲，坐戏坐人看，愈坐单，愈坐人卖物件，愈好，无你惊人卖同款的，卖同款的，你有这我有这，拢总拼拢总，往来就做老热，人客人来一次采购，所以我才讲一句讲。我讲啊，大声的啦！南华市啊，哪像一间大型的百货公司？哦，这名言，熟悉了哈。嘿，啊，这真正我从百货公司改拖落来咱路边，安尼的经营，哦，安尼的经营。第一，硬体这个叫水，软体物件俗，人文古锥可爱善良。讲感情，讲情分，啊，咱讲实在话，做人一定要讲情分，哦，大家拢讲情分免不了，因为我拢甲每一个贵宾，每一个人当作是我的财神爷，不管你来有消费无消费，拢无要紧，拢无要紧，吼、哦，我拢甲你当作，我定我遐来定来讲，好说啦。咱无爱钱，咱爱人尔，熟悉啦，我爱人尔，我们真的爱每一个人，老港子拢好，我们都要，我们都要。啊，台湾这个所在，我去甲大家讲吼、哦，有一间邮局，吼、哦，有一间邮局，邮政总局，邮政总局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南区邮政总局，这间邮局都真可爱。三博士啊，迄、那个大局长，吼、哦，就带一群百外的人来阮的环境，甲阮扫扫的整理哩，为着电的环境，啊，我做哩滴，我的巡守队的，我的志工，我的委员，三博士嘛出来个消毒毒的消扫扫的，所以我的环境也做啊真好，吼、哦，啊，上重点，老百姓看内底，户外路内底遐。高铁上盖好的停车场，哦，一百十八位高停车场，哦，难得了哦。你看商圈内底有停车场，哦，一百十八位的停车位，你也看，大多数拢客运，你敢知呀？哦，大多数拢客运，哦，啊，所以讲一个商圈的经营得来，哦啊，大行有啦，大行拢爱有，哦啊，搁在上盖好，来到阮家。
只要你物件落去，你物件碰去，你物件安怎样，随时状况，歹势吼。我东坡里内底总共啦吼，做七六十六支，十六三十六十四支。一间那四支，佮加十六支，或者也好七十八支咧。总共有七十八支的监视系统咧。你看，监视系统啊，因为我咧讲过，我无咧加转。第一先是啊，三十六支，周遭范围警察局的十六支，里内商圈咧，我做三十二支。哇！你看我这个，大概是几七十。所以物件胖也算。但学校我拢看到。拢卖听着你手机啊，你广播啊。对，啊，我做广播器。是。可以放上来吼，因为就比较啦吼，有人背包啊落去，吼，啊人提来交，啊我随时甲放上，迄人就马上去装来领啊。哦。甚至佫一个外信息，吼，我放上，人大家讲，啊！你物件放去无？人你都变咧放松啊？无啦，放去啊！啊，我想哎，奇怪，你无咧领，我拄啊插菜，拍到因兜去，因老母拍电话给查某囡仔。人你都变拍电话来讲，你个物件放去，啊，你若无去，你若无去领，因为阿兜你放松，我阿仔嘛都唔放别人咧。结论，你阿唔知放去偌济？偌济？万二块啦！哇，今麦是万二块，足足济啊！伊咁样，伊安欢喜啊！哦，你都俾我打工打一个月呢，吼，安尼呢，多谢多谢吼！但是我赚着，伊都讲，迄做伊那外心心呢，做来搞我说多谢，无得去捧一杯咖啡吼，我爽呢，吼！所以讲，助人为快乐之本，吼，还当然，佮你着，迄做伊那咖啡，哇，爽啦，吼！啊，所以讲，那个时代做人代啦。我个人讲啦吼，特别讲，我已经行到古稀之年了啦吼。没啦。啊，古稀人代。七十年啊。嘿、啊开始我讲尽量啦，会做人代，会当做诶，吼、啊，伫咧个团落去，伫咧个团落去，啊，做人代会当做，咱拢是拢做，无论啥物代志拢总做，会当帮忙人诶拢总做，搁再搁改讲一项，吼、啊。上可爱，就是阮石林市啊，有一间妈祖庙。哦，对啦。哦，寿山宫吼。行下来，在内底一个庙吼，啊，足足，从感觉讲，足，听讲内底吼，足侪拢是生拜拜公生。生上生的，我足奇怪呢。好、哦，来拜拜，佫拜我的祖先娘娘，佫生上生。阮出面头尾头啊，惊着讲，阿神啊！伊也上升，伊也上升，伊也上升，哦，我太真牛啦！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妈祖庙同款，民国三十七年来，哦，三十七年了，嘿，民国三十七伫咱冈山寿天宫，就是咱冈山寿天宫，咱冈山大庙，啊，讲这句讲讲，互恁听啊，我紧啊。这是个拢讲讲的啦，是，哦，当其时啦吼，就是有一个福州啊，福州恁知无啦？嗯，吼、哦，赤皮鞋、打皮鞋啦，啊，安尼打了四界七皮鞋，四界生活啦，去冈山寿天宫打一尊妈祖啦，来客人阮家，阮家什么所在你知无啦？我坦白跟你讲，即卖组织叫做临时一路一百六十一行啊，较早地号名唔是安尼。他在第二个名叫东坡巷，苏东坡。哦，东坡巷。东坡巷，嘿，还存在那个巷啊，路头两三米呢，早期嘛。啊，所以今麦这个巷敢够有无？有啊有啊有啊，多伫妈祖庙门口。妈祖庙门口。吼，所以你藏伫遐。啊，阮东坡巷，阮东坡里这时代，我心想你敢知影？哎呦！妈祖啊，你该当我捧日啦！你该当我吹风捧日，当我压火啦！所以，我这善良的老百姓，我这善良的士大，轻轻的，等我来来来，买一间厝，妈祖大，再买一间偌大，你知不知啦？四平啦，四五平地，啊，
土豪妈做大。迄四五平，民国三七年，迄阵几偌大，你知无？嗯，迄阵十一万呢，倾十一万呢，怎啊买一个四五平地？豪妈做大个金嘛，吼、哦，和我们公山寿天宫分灵的妈祖来大个金嘛了。啊，我是不是呢？你敢知影？在这巷啊底，东坡巷内底有一间妈祖，家里那水晶。啊，大家这现实就想阿伯安怎啦？啊，这水晶啊，那要来拜嘛无方便，那无想办法，家用较好势咧。啊，我讲啊，大家也无经济啊，大家拢无钱啊，妈祖嘛无钱，散屁屁，啊是要来去啦？啊，我讲，啊去，想办法啦，有啦，去啦，有啦。哦，啊，我上多我做里长，好啦，去就甲你去啦，插插伊啊。但是去，我有一个先天条件，做较紧嘞，绝对爱做紧。啊，但我啊无钱要做紧，做啦，妈祖会想办法啦，做就对啦。嗯，你看那是金庙去偌久？偌久？三个月。哦，三个月你敢去一间庙？好、哦，你看啊，这算我爱感谢董孝山。哦，咱乌山那董孝山林德堂，这师爷师姐来做志工，来做工课，大家斗气做个，这个妈祖气起来，妈寿山宫二楼个刀锣店，个起刀锣店，金碧辉煌呢，开玩笑哎。欸真正无钱嘛是气咧，啊妈祖就想办法啦，你对不对吼？安尼，无啦，这个真正真正哦，家己真正有志者事竟成啦吼。做安尼，用起来，我都讲一句，我定咧讲一句话啦吼。麻雀虽小啦吼，五脏俱全啦，拢从这个好色淋淋，吼、哦、这个好色淋淋，所以好说的家，就是个机会。嘛是感谢着咱众先生大德啦吼，咱东坡里，咱南坡上宽，咱石龙池啊，这时代，这先生大德帮忙咱寿山宫，吼、哦、非常的帮忙吼。搁、哦、再来，咱的妈祖庙门口，妈祖庙门口，迄条巷啊，做林森路161巷，也是东坡巷。哦，东坡巷、哦。东坡巷，你来行看卖啊嘞。你来行，你就知啦，绝对保证你步步高升。哦，行一条巷啊，就步步高升。对，恁个看，迄条路面做迄条立体型的，哦，立体，诶，像楼梯一坎一坎。哦，这就是讲到这，咱就爱讲到考古员，当时的考古员局长，也是阮东埔里的人，哦啊，讨经费，就这行啊，做个做，哦啊，所以讲，或是呐。也是一个做练脚的人啦吼，当然都有甲恁帮忙，吼、哦，我拢甲记掉咧，我拢甲记掉咧，像即摆基马市长对咱上款的帮忙，好顺来，因为嘛记掉咧，哦，永远就甲记掉咧，啊，一路行落来，足需要，哦，咱各界中官贵宾吼来收听，南无市啊，西林市啊，大甘无市啊。搁再来，搁甲恁讲一个秘密，好，你讲讲啊。秘密，秘密啊！我8月7号去冈山寿天宫，冈山寿天宫吼，拄啊是孝顺啊，加这三下迄碰车车，因伫遐办活动，哦，伫遐咧办活动，啊，咱基巴市长去，都要去。啊！我拄啊，我早起要去啦，我调去啦，啊，讲来较白啦。我调去，调去，啊，起码是你看到我，伊就真欢喜，讲吼、哦，我说那你也走来哦，我吼、哦，你来我一定爱来啦。因为我跟你讲，我说来讲，我一定要做米雷岛这地，米雷岛这地，甲大家无需要这地，好好啊经营，好好啊做水起。啊，我多谢市长。啊，那个时，市长经营车站，经营美丽岛，经营大家无钱啊，做有心的啦，做有心的啦，做努力的，
和所讲鸡巴市长话答应我要做这个，要做咱美丽岛这个。所以美丽岛，我常咧讲，咱这乡亲时代，咱有五万啊，咱有鸡麦啊。市长有安尼甲咱讲，对，嘿，哦、所以咱有五万啊。所以美丽岛即马算作吼，钻石指标，钻石指标之地，嘿，所以大家安心吼、啊，大家安心啊，生活啦吼，啊，咱鸡麦市长也答应我，要好好啊，将这块美丽岛整个。大干部市啊，市林市啊，包括面对好好啊做好市场吼、哦，咱起码啦吼、哦，真正有心啦，要来帮忙大干部，要来帮忙美丽岛。美丽岛若好，新乡就好，新乡就好，哦、因为过来高雄就好，就对啦吼、哦。因为早期吼、哦，大干部发展就是车站引起。本来的车站是伫蛤蟆溪，民国36年来，伫刷来大干部，大干部规拢压起来，大家拢做做好起来。啊，今年底，咱的车站就好啊，可能特别好啊，吼啊，所以压起来，所以咱中正路、中山路一带，你敢知才偌济生意人？上盖好的生意人就是咱婚纱、糕饼、糕饼、办喜事的，吼、哦，拢嘛伫遮，拢来伫遮。哎，我讲一个笑话，互恁笑。啊，这也属实的呢。嘿，新娘衫翕相，新娘嫁衫嘞，嘛来阮的彩绘墙翕相呢。哦，你说，哎，嘛搞做背景呢。吼、哦，你也看，所以。我即尾红色的台戏，足紧就重现江湖啊！咱车头遐都要重现江湖啊！相信咱的大家过了真好啊！伫这个所在，感谢咱一路行落来，吼、哦、咱东埔里的乡亲士大，咱汉民里的乡亲士大，大家无齐啊，新林齐啊，南无相款，中正路、中山路。这些人，恁大家安心，大家安心。市长答应咱啊，要好好啊做这块经营一下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起码市长伊讲话拢准算的，吼、哦。这个市长真正无当去找的啦，要安那找这种起码市长无当找啊，干那起码尔啦，吼、哦。伊愿意帮忙咱，因为起码本身就是咱高雄人。哦，伊是正义里的人，哦，咱新竹的人，所以对咱这地人文足了解，哦，足了解，所以讲，咱嘛感谢市长的团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会来做，啊，重点就是咱市长，咱基本市长，啊，我拜托啦，年底票票水水水，愈水愈好，哦，愈侪票愈好，安尼也靠力，哦，安尼也靠力。啊，咱嘛叫做信心，吼、哦、啊！实讲，市场两当变四当哦，变昨天，因为我知影我得到的消息，伊可能一天困无三点钟啦。你看，当你我，当你甲我讲，愈搞的人是安尼啦吼。诶、欸，一天我听到的消息吼，伊一天困无三点钟。今麦小朋友嘛拢困无三点钟，拢咧耍游戏。好啊，你好。哎，无同款啊！伊咱今麦市场为恁大家拍拼，还无同款的角度啦。啊，事实讲吼，啊，非常的多谢啦吼。啊，小弟就是讲做大干部，即个讲个大家了解，大干部由来。哦，佫再一项啦，袂得记甲恁讲，民国30年以前。哦，30年以前，嘿，迄叫做大一干。哦，这就个真正足少人知影，足少人知影。哦，这历史文献拢有。吼、哦，迄个大一干啊，我是不是你知无？嘿，大啊，像我嘛袂晓写，迄阵话足少人袂晓写。对咯。嘿，大啊，真袂晓写啊。嗯。吼、哦，啊，迄大一干，大啊，大啊，大啊，袂晓写，我也知。迄阵。好、哦，迄阵你读书较少啦，吼。今嘛是唔知咩写，含我咪咪样写。啊，所以讲哦，伫美国30年较改代干部
哦，就是安尼。因为就是大甲港比大甘波，就是民国三十年改的。这个无错的呢，这拢熟悉的呢，这文献你找着有啊？吼、哦，卖讲我假讲话，这是我都无错的，这拢熟悉的。啊，好说来讲话吼，啊，就熟悉，我就讲个大家知影。啊，大家去找着有吼、哦，因为一路行来，我咧推动大甘波市啊。大家播大戏，就是要咱讲啥？咱每一个人吼，都有一个念旧啦，吼，不能忘本啦，系啦。讲讲食过酒拜酒头啦，就是吼，做人迄工食过酒拜，食过酒拜酒头啦。哎呦，爱记人个人情，吼啊！所以讲，当时即要大家安怎撮咱呢？吼，撮咱，让咱大家大家播人，讲实在呢，大家播人是打拢袂歹呢。真正，吼、哦，真正大甘波人做善良，吼、哦，吼、哦，做熟悉的做行开，啊，做生意也做啊真好。讲到东坡人才心鲜，吼、哦，你看看一条巷啊呢，一条巷啊，你看无啥货，东坡人你看无啥货呢，内底是人才济济呢。哦，对啦，哦，这个区域真正足济人才，人才济，你卖讲我。讲实在话，有一年啦，人来搞我，发出来你无打一条红单，搞阮囝打一条红单，我话红单是要创啥？嗯，阮囝呆什么电，你知？什么电机系博士毕业，无要读博士三个，全国考三个，阮囝其中一个，哈、啊，对唔对啊？哦。台电机迄朴素，迄、那个古早时代要考到台大是偌困难的。嘿，吼、哦，你才想啊，唔是安尼尔啦，啦三两间着医生，出山医生，吼、哦，三两间着律师，三两间着法官。对，阮隔壁嘛，法官，吼吼、哦，真正厅长，像我常咧讲，阮坐老多，我常咧讲笑咧。你不能看伊咧做庙工呢？你看伊当摆咧甲妈祖做志工呢？因家是地院的厅长呢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？你啊看，所以我这老实的高义人，一路行来栽培时势，啊，可能拢苏东坡的关系款啦。但是啦，拢会读册哩吼。啊，讲实在话啦，啊，我是未读啦。哦，啊，我未读，我着，但是我肯学啦。做了做好啦。我肯学啦。佮做骨力。嘿啦，啊，我若唔捌，我拢去问人啦。佮与时俱进吼，含遮连 cosplay 都拢做了。讲到遮人才吼，我讲熟悉的，包括于陈月英的哥哥，陈水印，过去就是伫大江堡里开病院啊。哦，你也看，你也看。二二八的发起人陈永祥医师，对啊，嘛是伫这个所在，拢伫遮，嘿啊，大少拢伫遮啦，嘿啦嘿啦嘿啦。所以其实哦，你这样讲了哦，真正都会。真正人才济济，人才济济，哦，安尼啊，所以有这东坡巷的。东坡巷，我当时人你问我，你对啊，啊啥叫做东坡巷啊？我知，这做做人好，我嘛唔知，哦，啊真正我都熟悉都唔知，哦。啊，奇怪，噶有做东坡巷，吼、哦，啊，无啦无啦，咱拢都东坡又带啦，咱恁只大拢个学读册啦，安尼啦，啊，大家会当读哦，自动读啦，啊，阮这时代吼，大家就拼命做啦，啊，拢饲囝读册，安尼啦，所以讲东坡里真的人才济济。值得你去参观考察的一条路线、啊。对啦，伊内底吼，你茫看到讲，哎，这城市足侪拢已经转移啦，这是属性嘛吼，城市必然。但是有历史、有文化的所在吼，各样起来是愈来愈少了。哦，其实我再甲你张补充一下讲吼，我过去吼，1990年的时候，我伫自由时报，迄阵是台南咧走新闻，啊，走新闻的时候我迄阵定去延平老街，好好好，延平老街。啊，迄阵当施志明吼，你做市长，吼、哦，啊，迄阵吼足无差。迄阵当化工要把迄个延平老街拓宽，嘿嘿。啊，因为我最爱食迄咸酸甜啊，所以我伫
延平老街吼，迄阵当要拓宽的时阵，我常常去找一间正和心呐、啊。我即卖伫高雄，我看讲哎，新阳街也嘛一个正和心。正和心对，在富文路上。我去甲问伊，我讲啊，你含正和心延平老街有啥物关系？讲那是因的家世啦。哦，所以你若看，你这延平老街是算咱台南府城的上古老的一条路嘛，吼。哎，准备振兴开始的时阵哦。啊，结果我问讲，即个咱即个富恒路吼，即、這个台即个美丽岛商圈内底即个正和心，我讲伊亲属的关系了，伊讲，吼、哦，以前的感觉这条路吼是做愿景的就对了。所以啊，都听你另外咧讲，较知影讲吼，真正讲吼，这条路值得咱来参观，不是干买物件了，你考察伊内底一挂文化，哦，你为巷仔内底遐个。土卡就开始来看，哦，啊，拐过伊迄个横沟的天幕，哦，迄高雄不止无人有这个天幕，哦，你嘛迄不是帆布哦，迄不是帆布，台湾蘑菇，哎呀，你如果继续甲大家，来，我讲给你听咧，来，最近哦，阮有咧导览呐，哦，导览，哎，我每一礼拜拜六，哦。报名拢客满，然后歹势哦。先讲个拢客，因为我已经倒来两礼拜去啊。拜六下晡时啊，两点半，我拢带一群少年的，上少二十个，来踅阮东坡里，踅阮南华商圈，一间店一间店，啊咧看阮的老店，阮的老店，我拢逐工伫啊咧，逐礼拜拢带因踅街，吼、哦，吼啊倒来踅街。哦，介绍着阮东坡里内底所有诶种种，第一头我讲过着诶，修理皮鞋啦，万面诶啦，哦，我遮拢有啦。前个人去甲我讲啦，讲福山恁诶风度有够歹咧，讲是啦，阮诶风度有够歹，是安怎啦？伊讲人别人修理一骹皮箱四十年啦，2400块。啊！恁旧店路有一间中兴皮件行，迄个万山之王修理皮箱的，四十日了800块，真正人别人2400，你咧共修理800，我若要说个小说袂使，安尼风度歹，安尼风度好啦，我对啦，开玩笑讲倒边话，哦，像阮旧店路顶万山之王。四个人啊，800块，咱别人是2400块了，差遮侪啊！差遮侪，网络嘛咧传，讲哦，啊那么是啊，俗阁有俗，吼、哦，俗阁有俗，逐项都俗着，吼、哦，我今日趁较半咧，趁较少咧，有本人食就好，吼、哦，安尼就好，所以我咧修理皮鞋，几十年啊了，后修理七八十年啊。修理到即摆，吼、哦，旧店路顶嘛有，南华路顶嘛有，大东路顶嘛有，卖面的，大东路顶，新林公园市就内底，新林市也内底，卖面的，吼、哦，迄话，啊要做新娘啊，来办一个面呢，吼、哦，迄种老师傅呢，我那个王妈妈，真正卖面的宗师，吼、哦，砍啥砍偌济。好、哦、了，就是咱较早闽南文化，卖个无去，吼、哦，卖个无去，这种因直直砍，好咯，阿咧砍西啊，吼、哦，这种差不多失传啊，失传嘿啊，都掉在今嘛南华市内底看有尔吼，系啊，城市啊，城市内底看有即个满面的啦，修理皮鞋啦，吼、哦，真正若要讲讲南华市讲故事哦，有时间来坐开讲，讲三个三句都讲未了。好、哦，真正听听故事嘛，拢感觉讲听了都爽快。啊，这拢熟悉的代志。嗯，我无加做啊，拢熟悉的。好、哦、啊，拜托咱大家，加新鲜啊，鼓励，加新鲜啊，精神鼓励，啊来搞阮行行，来搞阮看看，阮这群善良的高义人，不管是伫只等恁，等恁搞，等恁来搞阮看看，啊，我拢就甲恁当做。恁大家就是我的财神爷，吼、哦、啊！简单报告到这，啊，若收到，这今仔日
专工吼，邀请这个杨福顺理事长吼，含大家来开讲。美丽岛商圈吼，新城市啊，其实够一个重要的课题啦吼，就是讲，即马国建署吼，咱为卫福部吼，即马咧推动这大家拢知影日行万步啦吼，都爱行路啦吼，啊较会健康啦，吼啊有的是。有的說啊，就六千步就好了，有的說喔，我都走到萬步，啊，事實來說喔，喔，這日頭實在很嚴啦，對啊，對啊，對啊，喔，啊，這咱熱天喔，現在要走路喔，要說真正走一萬步喔，要找所在呢，對啦，對啦，對啦，所以我就在想說喔，我就自己以身喔，我自己來做這個實驗喔，就是說喔，為這個新營期啊美丽岛商圈安尼行，逐工哦，改变作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就对了。安那行呢吼，为美丽岛商圈啊，都按李长有讲吼，捷运的三号口出来，出来，嘿，哦，会记住哦，哦，迄是咱高雄哦，重要的一个区域。捷运三号口出来吼，啊，过来边有一个邮局，吼，邮政总局，对，哦，啊，就新营区啊，啊，过来就是经过迄个彩绘墙，嘿，哇，迄个彩绘墙内底，李长阿都嘛有甲大家报告讲哦。你茫看无讲，迄是咧画啥物？迄内底拢是有历史感的。对啦，哦、有意思诶，吼！红色的大鸭鱼，还有这黄色小鸭 cosplay。哈，对，老中青。变作是讲吼，你讲这历史吼、哦，改现代化的对。对啦，对对对。我讲拢老古板的吼，拢是安尼讲古早的代志啊。对。我行这条路，为捷运三号出来。啊，开始行这个南华商圈，你也看到内底你买物件，但是吼、哦，诶，若是下暗你行的时阵吼，会记住头壳吼，就爱看顶管。好、哦，我下段咱你就。是行一个星光大道咧。对，下段你讲的吼，你就下段你甲大家介绍讲的吼，迄、那个天幕光影秀，迄是六点开始。六点到十点。六点到十点，你。去感受吼、哦，迄伫美国的拉斯维加斯，甲看会到的。对对，哎，即马高雄上新的看板伫对，伫南华路，哦，嗯、就是你爱去注意迄个光影秀吼、哦，边啊迄小看板。嗯嗯嗯。迄、哦、我袂晓讲啊，迄一定爱现场看。都三 D 的咧。哎、欸，听讲迄日本即马打。拢在打进口尔咧，迄搭迄个。高雄伫台北去看无的哦，全国即马甲看到讲，伫上明显的就伫南华商圈。或者小看板，对啊，哦，所以你要用这个感受吼、哦，迄、那个潮流，迄、那个夯的心情啊，来参悟这个南华商圈，对，日行万步，啊，要行路吼、哦，当然啦、啊，唔是干安尼尔，你来看迄个巷啊内底有迄个妈祖庙，对对对对，啊，要去迄个巷啊内底时阵会经过吼、哦，这个有一个银楼，吼、哦，这银楼嘛是高雄著名，著名啦，著名，吼、哦。过去啦吼，包括银楼工会会长嘛，拢伫咱这個行啊内，对对对，哦，啊过来哦，更唔是加一寡卖物件的所在，啊，都我有讲话讲吼，像这個正核心呐、啊，维密建高雄的，就是新营区啊，啊，所以我讲哦。这若要行，这日行万步安尼阁无够啊！那行了来串哦，阁两大上盖好只爱玉冰哦，对哦，爱玉冰，嘿，这个爱玉冰嘛，正顺的哦，嘿，总是一个都手工的嘿，嘿，都七十年啊，吼、哦，老店啊。啊，都按咱你讲的哦，这个美丽岛哈、哦，这个、商圈啊，过来到咱这中央公园。哦，啊，到这个火车站，过去这所有的这区域差不多拢算大港埠啦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所以你讲讲大港埠吼，是包括一段万步吼，还要行一万步吼。哎，这应该吼，我家己安尼个亲身实验吼，就是讲伫咱商圈开始啊，行这個中央公园吼，诶，一挂有树啊的所在，啊，过来个比方讲个行去熊山。熊山遐来做足侪老树啦，对啦对啦。可能听众朋友无了解讲哦，迄老树哦，即卖政府拢有列管，哦，高雄市政府拢有列管，啊，存在老树内底，熊山内底就足侪啦，吼、嗯。所以安尼个行起来先哦，你怎啊？人我真山足侪呢。不要哇！我山足侪，我真。你还看人家少年哦，吼。不啦，我你怎比起来是小看少年淡薄啦，吼。所以吼、哦，听众朋友啊，咱吼、哦、为着健康吼、哦，一定爱走路。啊，那恁上好的首选的新市场，对啦。哦，你冬暖夏凉，哦，健康的这个
生活吼爱改变成咱生活的一部分，哦，叫做健康日常。哎，所以哦，你听啊，你会使讲吼，虽然你讲近古是七十啦吼，但是其实人即马吼八十岁才算老啊，我无老，你知道八十岁才开始算老呢，而且平均余命上少爱到八十，所以你一定爱超过八十岁，啊才爱九十一百。哦，实讲啦，我感觉啦吼，做人拢爱叮当啦。对啊，人要活要动。因为讲到我啦，这是讲到我啦吼。我从八岁就来带你实验室啊，哦，我八岁带就带六十几担，我是台南县家里的人啦吼。你那时阵来带你家，我最爱台南啦。我台南县家里的人吼。啊，来住伫大公大龙国小的边啊！哦啊，底下当然一路行来，我拢定咧想一个代志，足简单的。我讲有当时啊，想简单，佮足歹做，啊嘛是想讲啊，要安怎做？有一天，我错了，因为我是讲咱讲实在话，我拢无咧惊人知。我大龙国小毕业的囡仔尔。哦，啊，当然早期的环境无好嘛，所以我对着艰苦人，我拢尽量帮忙，尽量做。一个年代也比较做够啊。啊，所以讲，行来我都有一天，就像最近的你较捌，即我就较唔捌，有写七字啦，那个七个字啦。但是买啊三字我袂记住哩啦，吼、哦，利人利己，哎，这个什么字啊？你啦，自利的利哦，听好哦，哦，利徛咱徛嘞，自利的利，啊，一个人，哦，啊个利，利己，利己利人啦，哦，利己利人，利啦，哦，自利的利啦，哦，啊利己，啊个利人，哦，家己爱先有徛嘞，徛嘞，嘿，我大概记得这四字啦。利己，家己爱徛咧，吼、哦，我、哦、爱先徛好。这足实在。哦，啊，对，我感觉讲咱做人，所以我做里头了后，我倒来家己爱徛好食，我先爱徛好，无我变啊帮忙方面人，足简单嘞啊！我若摆脚，我若身体无好，我人无先徛咧，我是要安那帮忙别人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我的左右门啦，吼、哦，我感觉讲。较骨力的，家身体先顾好。啊，我嘛防空啦吼。咱这大兄小弟、大姊小妹，吼、哦，家己身体先顾好，啊，该当帮忙别人。啊，当然，较骨力的，身体过好，要活就要动。哦，有诶，足重要。嘿，所以你要看，有人阮的里面，阮的乡亲咧讲。哎，好说啦！你安尼够成，讲成啥啦？伊讲你安尼，吼、哦，七十起跳啊，够成？无成，无成，讲啊无啦，啊我都足简单的啦，啊我都爱要做尔哩，吼、哦、都爱要做尔，我这抄第一啦，吼、哦，啊你只有一条路，做，继续做，直直做，啊身体如用，哎，我这条感觉哩，迄大家都嘛讲讲啦，哎，好说啦。三十年前看你嘛是安尼，啊，即马看你嘛是安尼，哦，哎、欸，我即个身体，然后三十年前也是即个身体啦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对我的感觉，哦，就是讲爱做啦，哦，不能忙东忙西，哦，啊，做东做西，哦，加减啊做，那叮当的啊，身体就会较好，啊，当然啦，我一直在讲啦。我凭啥要做里长？我即讲话讲，做无事做了就好。吼、欸哦，我凭啥？当时啊，票转给我啦，凭啥啦？我讲做简单嘞啊，做工啊囝，无官无势啊，与人民诶，无财无善啊，什么都弄。啊，难怪你乡亲时代要转给我，真正感恩。我讲定讲一句做简单的话尔。一张票一世情，吼、哦！所以我做着你了后，我就用
我全部的精神来甲做做好这个立场。当然啦，吼，你若我讲者就是讲我的家庭嘛是安心啦，吼。啊，所以在你讲，会记着常常爱怀念咱的父母。若无咱父母迄代会辛苦，我嘛无在条会当服务遮济，吼。所以我的父母，阮是家里人，阮草地囡仔，我家里翻啊了，姓杨，规整拢姓杨的吼。我是家里翻啊了人吼，啊，伫阮遐山穷海竭，唔知要食啥，甲做一点食食尔，所以对着阮老爸来歌谣，啊，一路行落来，搁伫咱怎啊住在伫咱大甘堡。我调伫大甘堡，调我即马六七十年咯。其实就是高雄人啊啦，对啦，台南的高雄人啊。对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我常咧讲感恩啊，东埔里乡亲时代，好顺来借一片机会甲大家感恩，恁肯肯听我，肯给我做里长，多谢恁努力，啊，我甲恁讲。我一定用全部的力量做好咱东埔里，做好咱南华商圈，做好咱大甘堡市啊！哦，尽量啊，当然，唔是我一个人要安那着安那着有才调安怎，嘛还需要大家帮忙。哦，啊，我有一个好处，不耻下问，我唔惊见笑，我去问人，不管你是少年呢，几岁我拢不管。我以为你捌，我来去问你，我来去拜托你。这点就是我人生的迄落啦吼。我还感觉讲，管教为师啦，无一定爱坐会啦，吼。管教为师，安那讲，你少年家囡仔会做巴啦，做党讲个道理啊，做会对啊，咱来听啊，吼，咱来听伊个啊，吼。所以我定你讲一句话，管教为师。三人当然必有我师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就是讲，我不耻下问，我足肯问的，讲互你笑，我足爱做厅长的，吼，安那个专听人讲的厅长啦，卖误会啦，就好就好，对，吼，所以我足爱听，足爱做厅长的，人咧讲，我吸收会到的，安那讲，我讲些秘密互你听，伊咧讲互你听哦。伊读册读过了十年，对，你讲种上好料，讲互伊听，咱唔免读过了十年，咱甲听伊讲话，咱就吸收着好料个啦。哦，即句话哦，我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吼，我常听赵川甲安尼讲，哦，赵川拢甲讲，听就是最好的老师啊。对啊。我想讲，本来广播教务，那也可能去讲即句话，讲听就是最好的老师呢。到尾就甲讲哦，别人讲个话哦，伊会去。听讲，看伊做了好唔对唔对？哎，若感觉伊讲的是对，伊就会家己马上修正。哦、对呀、啊，咬人拢是安尼，所以你丢嘛是咬人呢。所以我讲，我做听丢的，听，因为你也想啦，人读册迄本册，人个册看几十本、几百本去，内底精华讲给咱听，我们能吸收得到，不简单呐、啊。所以，咱有福报啊！啊，你要看讲即个沿路哦，即、這个美丽岛大道啊，嘛知影讲，这是过去咱民主化的过程有足重要的一个关键。角度啦，啊，所以不管如何哦，你要讲伫各地哦，啊，要来高雄参观哦，拢爱来行这条路哦。咱不是讲讲购物尔啦吼，包括你的健康。对啊，要行路日行万步，卖去晒到太阳哦，啊，都爱来行这条路。啊，那是讲哦，你是带着考察、参观、建设的心哦，啊，马上来看这建筑。你其实哦，看迄横过天幕、迄天棚啦吼，你看迄天棚，足不简单，伫外国哦，一挂老热的一挂城市，甲看会到。对，哦，你忙当作是一个帆布家，我也是帆布。感谢李长啊，慢你讲，慢。我讲属于这李长哦，多好伫这兴盛甲再造哦，而且关键。对，我就伫遮啦。不但就伫遮哦，我不断地争取一挂更小的机会。对啦。所以哦，会使讲卖弄伊的青春拢伫。
规世人拢陪你家里的。哦，啊，所以我今日用我们家众朋友去分享，实在是抱着我们学习的心呐、啊。别讲嘛，咱前辈从广播，咱即摆伫空中去放送嘛，吼、哦。啊，透过影片哦，去全世界看会到呢，吼、哦。对啊，对啊。大家若有看到这段啦，吼、哦，专访咱杨福顺南华商圈的理事长吼、哦，啊，李长吼、哦，这段尽量给分享出去。谢谢哦，谢谢哦。台湾人哦。而且真性情，嘿嘿哦，伊唔是讲学历足悬呐，哦，阿唔是讲哦，我什么博士啊，是讲什么拢唔是，但是哦，真正哦，含这条路与时俱进，阿嘛含这条路哦，同样生根发展吼、哦。台湾人大家哪呢哦，台湾造的拼啦吼，哦，台湾造的足好安尼吼，对啦，好，今仔日多谢李长，多谢、啊、谢谢李长。